大王子啊，你正睡觉呢，你看，你看，有地震了呢，这晃的。原来是一个大胖爸爸上来了，胖虎啊！哎呦哎呦，天哪！掉下去了，你今天咋这么嗨？胖虎啊，这眼神儿又开始了，你哼啥了又？胖虎。你这肚子饿了吗？要吃肉吗？哎呦我天呐！胖虎，能好好看吧？哎呦，就兴奋上了。看你儿子这造型，跟你一样一样的。小团子。小团子一天可开心了，跟老大一样，跟大宝一样，天天玩的嗨的，都静不下来。逗你尾巴拉的甜甜。上去玩吧。大王子爱跟小团子一起玩，这父子俩看这体型，可你爸走了，哎呦，卖萌呢！大王子这儿这儿，看看看看，嘿嘿。哟，谁又跳上来了？谁又跳上来了？猴，你小猴子啊！慈禧，慈禧生完宝宝那段时间拉肚子，拉了一段时间，瘦的不像样，得慢慢往回养。还是调皮的，看这两个，看这两个。打得真嗨，艾米，艾米，姐姐揍你们呀！哎呀，哎呦，这打架姿势，思琪，呵，真速度。哟，上哪儿去啊？这样，不敢上去啊，下不来了。四喜啊，没想到你比大宝还淘，这又干嘛？那都打阳台上去了，那两个打到那儿去了。